蛮有趣的。好，那我们把那个蔡国辉再来知道，这个是那个写这个歌词的是一个五十几，我想将来六十。那要点标和乖雕。好，蔡国辉没问题哈。酸梅怎么说？酸梅打满打满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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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本来他是只有写前面一行半到那个 B 段写 B 段给他，那我跟他讲说，哎，很棒哎，你在写。他说，老师，嘿，是我迄阵吼，电视看卖吼，无好看，我乖掉去外头散步。是啊，我讲，啊，你们较早乖嘞，那你就可以写更多。那结果他就说，啊，你帮我想啊紧啊。我讲，没事没事，你也赶紧完成。那后来呢，我加了，我只有一句是我写的，向前回归向前。那但是我跟他讲的时候，我跟他说，这股力也在用，这是我的，你要想办法凑足四句。那后来下个礼拜他在交作业的时候就变成八句，其实比这个更多。那我们有在作曲的时候做一些调整，所以变成这样子。好，那这一首呢也是很受欢迎的，因为它是少数的三拍子。好，那东方人对三拍子比较畏惧，但他比较跳舞。好，欧洲人他比较跳舞，其实也不是。欧洲人他对于三拍子的东西，他们还是比较不喜欢。为什么？有个思考一下，其实它是有一个原因。请问一下，你只能一卡还是三卡？能一卡吗？我们的一二一二一二，我们的偶数非常 OK。可是三呢？除非你有三卡，你得让蹦恰恰蹦恰恰这样。所以它有这个原因。所以如果稍微懂一点音乐，其实音乐它是一个数学。知道二分音符、四分音符、八分音符，它其实就是二分之一、四分之一。为了公平起见，所以必须八分之一，而不是六分之一。那你要六分之一就变成三哦，就跟你讲到的，它不容易的部分，三拍子就是。所以你俩还蛮跳舞哈，不要自卑，大家赶快。但是，哎，南宫必备他跳舞的毕业。就多跳吧，好，跳舞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所以有机会等一下那个捉对厮杀跳一下那个恩定的勾锤。好，好，那这个就是恩定的勾锤。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介绍。如果你觉得还不错听，或者想了解，其实，在社区大学的网站里面你可以找得到。那但是这是已经是社区子歌里面哈，比较多社区参与唱，然后比较成功的一个例子。我们来听下面一个，下面一个它是原音的，这很清楚，原音的。这里是一个壁画。好，在做社区之歌的时候，让我有一个很大的感慨，就是说，在做社区营造的哈，参与社区营造，然后有参与社区之歌的歌词创作，很多都是在嘉义市市区的边缘。到现在我还没研究出来为什么。好，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第一首是什么？啊，虎亭本，它是大雅路一直上去，一直上去，一直上去。有没有什么大木棍？不错，一个上面大木棍。都没有结束再上去。
东洋铁树再上去，它真的蛮远的。那它的那里就那个百年的老树很多，那建议大家可以去走一趟哈。那边是可以谈恋爱的。去社区这样拜访之后，它有很多幽灵小径，不是那个幽灵，幽然后树林的林，幽灵小径还不错哈。有一棵非常大棵的凤凰木。那边很安静，而且你再往里面走，你会发现它居然有一个溪谷，很不错。那园林仔也很远很远的边边，好，它是嘉义跟民雄，隔一条古雕 K 轨的民雄，啊这边是嘉义，好，那这个社区它有很丰富的生态资源。如果有参加荒野保护协会，大概没去过就奇怪了。它有十几种还是五十几种的青蛙，十几种好的青蛙哈。那他们那里还曾经熊出没，有熊出没是真的哦。好，但是因为他的社区做得很好，做这两个都爱，那因为大家喜欢，结果。就很多人去买地，就很多建商去盖房子，然后熊就不见了，熊就没有了，山猪死掉了。那所以它的生态呢，在做社区之歌的时候，我常有一个感慨，我都觉得哈，我在 country body， 知道什么意思吗？ country body 什么意思？空口说白话，为什么？我说熊啊，熊也没有了。我说昂雅族，昂雅族没有。昂雅族它变成一个古老的地名。那个特色，它当初之所以叫昂雅族，是因为它的屋瓦真的是红色的，而且不是原本的瓦红色的，是原本瓦是黑的漆成红色。啊，现在的人他就不愿意，现在居民不愿意，甚至他觉得昂雅族都怂，他们不喜欢这样子的地名，那我就觉得很可惜。这个也包括很多人对台语觉得那个很一样的意思，虽然我那是我的母语，我台语讲不太好，那我这样讲也不表示我是深绿或者浅绿，我的意思是说，你爱你的母语，不表示你是任何党派。我真的没有任何党派，可是我很爱我的母语。我觉得台语虽然讲不流利，可是当你听懂的时候，真的奇迹，对吧？那种贴心的感觉，是跟听国语不一样的。像我常讲，修罗啊修罗。什么意思？修罗。好，差不多。修罗。那可是虽然它意思相近，可是当我听到修罗，跟我听到暖呼呼，拍手，我那个温暖度就是不一样。我就觉得修罗的什么，就是比较舒服啊。好，还有一个就是，下得听。声得听，什么意思？在讲声，哦，是吧？就是诱惑的意思啦，卖敢声，啊，就是不要引诱我的意思。声得听，就是连老天爷都经不起他的诱惑，敢听声得听。可是你想想看，我解释这“声得听”三个字，我用这么多的国语来解释，我就很累耶。那而且我就算我解释完了就变冷了，可是当我听懂声得听，我一听我就哇太舒服了。那所以如果说台语的部分我自己也会去努力去多学会一些台语的词汇，包括国番台哦，就是国语番台语啊，有一些是台番国。台语还国语，那个都会弄一 KK 为我唱这样。那所以在做这个歌词的时候，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对自己的台语，不管是有愧疚了，还是说，
干嘛要发奋向上都没有关系哈。就是说，我在写这个时候，我忽然觉得很摇摆。摇摆你会觉得，很多人会觉得说讲这话很怂，对不对？觉得很没格调，对不对？还是那跟很得意一样啊，那是一样的，只是很多对台语都不了解，而把台语都归类成，真的不是。我对台语变得有把握了，那我要鼓励大家，就是说，你多听，它会变成你的。那我后来对我自己的了解，就是说我开始写这个台语的时候是。如错你第一次要写社区资格，写老树计划，要写跟树有关系的时候，那我也怕他。可是当我写好的时候，得到的认同，他们跟我讲说：“哎，你台语念这个？我啊，姑你来晓？我唔知。我阿丽，你怎么这么客气？”我说：“不是，是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你看我国语讲得这么好，对不对？可是台语，我真的没有那个把握。”可是后来我一直去想，去回想说为什么我可以把台语这样子表达出来。我后来给自己一个解释，就是说你不常用的母语很像是冷冻库里面的鱼，有没有？有啊，只是你没有拿出来解冻啊。有，真的有。那我觉得我相信，如果这个是你的母语，你一定有潜在的能力，你就拿出来解冻，你就会知道，像你有的工厂。好，那我们就来听一下。